人家告诉我，怎么说？嗯，说你迷你短裙裤失落，像货带了三十多，打扮得要精扬，去找你的表哥哥。没有嘛。手牵手一同走，肩并肩呀一同坐，好家伙你如同妖魔，你丢了我的脸还配做我老婆。哥哥呀，你不要冒火，却听我来说，今朝没有白想没法做，想起去借借看，才去找我表哥哥。哦，有这回事吗？你想想，黄脸婆，破衣裳，想什么？你看见也会喜欢吗？这说的倒不错，怎么又一同做？表哥哥情意多，今朝趁他解了迷路，他又帮我提落，走山弯我上，再过桥是扶我过。原来如此，酒饭馆心可多，一条灯让我坐，我心不安，赶忙请他一同坐。谁想你动手就无礼，开口就凶啊！啊，妹妹你不要再冒火，人家告诉我，又怎么说？大是疼你，妈是爱，好以往你不要闹成错。啊，哥哥你不要再冒火，人家告诉我，怎么说呢？大是疼你，妈是爱，好以往你不要闹成错。大是疼你，妈是爱，大大妈妈爱情多。